诗篇八十四篇。万军之耶和华啊，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慈爱的天父，圣洁的三一真神，孩子们来到你的宝座前俯伏敬拜，愿将一切你当得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是你创造了宇宙万物，赐给我们生命气息，并且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的救主，使我们永远蒙福。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你的公义如同高山，你永不改变。求你与我们同在，悦纳我们接下来的敬拜、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要永永远远
是我一切，我心不住思念你，只愿与你面对面。你的爱最美，我心不住思念你，只愿。祝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祝我们是属你的子民，求赐下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父亲，我们呼求你阿爸，这里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看侧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救，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祝我们国家是属于你，求你来掌管全地，愿你来怜悯医治这地，荣耀再次降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睁眼看侧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救，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
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我们呼求你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一位神，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高坐在荣耀的宝座，却死在十架挽救人堕落。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
弟兄姐妹们，请起立，让我们来到三一真神面前，我们同心祷告。坐在荣耀宝座上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我们要来敬拜你，要来感谢你，要来颂赞你，因为你配得一切的尊崇、敬拜和赞美。耶和华神啊，我们的心要渴慕你，我们的心要来仰望你，因为唯有你是一切的恩典、慈爱和智慧的源头。求恩主你帮助我们，也指示我们当行的道。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们，将你的路教训我们，让我们能够带着一个敬畏敬虔的心，走在你为我们指引的生命之道上面。因为只有你的道路能够带领我们进入你的救赎，只有你的道路能够引导我们经历你的慈爱、你的恩典，也能够活出真正有智慧的生命。恩主，我们特别把弟兄姐妹今天敬拜你、颂赞你，还有聆听你话语的心来恭敬仰望，你自己来预备我们的心，特别是求你借着今天何牧师要给我们分享的信息，帮助我们领受你的教导，让我们不要去走恶人的道路，因为恶人的道路引导的结果、结局就是毁灭，就是灭亡。你帮助我们有个敬畏你的心，让我们单单远望你，也单单顺服你给我们的道路。恩主，我们把弟兄姐妹还有我们每个我们的孩子们，无论是青少年，我们的幼小的孩子们，同样都恭敬仰望你。今天我们特别也为着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孩子们来向你献上祷告、献上仰望，求你自己来引导，无论是青少年的孩子们，还是中学小这个小学幼儿的孩子们，我们都恭恭敬敬仰望你，自己亲自来同样引导他们，从小能够明白你的道，从小能够领受你的道，让他们到老也不会偏离。今天我们也特别为着青少年部的一个牧者，我们来向你祈求，来向你仰望，求你继续来借着 Tim Pastor Tim 带领现在的青少年，也为我们预备将来会有一个新的一个青少年的牧者，同样能够来教导、来牧养、来带领青少年孩子们。我们也为着现在正在进行的迈进儿童的暑期网络日营来恭敬仰望。恩主，你自己借着 Pastor John 跟他的团队，也同样能够来借着日营来帮助、引导、教导这些孩子们，让他们能够经历你的爱，能够认识你的道，也能够走在蒙你喜悦的这个生命之路上面。你自己也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们，因为作为父母、作为祖父母，我们承担着更加重要的教养我们的孩子的责任。你自己帮助我们，首先能够领受你的真理、你的教导，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也能够把它活出来，让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孩子们的一个榜样。你自己亲自来赐福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真理里面，在你的爱中，能够来建立一个敬畏敬虔的一个家庭。天父，我们把今天的崇拜从开始到末了同样都恭敬仰望，你自己亲自来悦纳我们众弟兄姐妹向你献上的颂赞，向你献上的一个感恩，也用我们的心能够来回应你的真理的一个教导。在疫情当中，我们也再次把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跟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平安、我们的健康同样仰望，你自己来保守我们，无论是出，无论是入，无论是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学习、我们的服事，都在你的恩典的眷顾下面。天父，你也来悦纳弟兄姐妹们这个星期现在你面前的担纳的，求你自己来悦纳，也求恩主你来将弟兄姐妹爱心、感恩的心所献上的一切使用在你的圣工上面，让更多的人能够蒙恩、能够蒙福，
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们请坐，下面是读经的时间。今天的经文在箴言一章八到十九节，我为大家诵读出来。箴言一章八到十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线上的金链。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他们若说你与我们同去，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要蹲伏害无罪之人。他们好像阴间，我们好像阴间，把他们活活吞下。他们如同下坑的人，被我们囫囵吞了。我们必得各样宝物，坚所如来的装满房屋。你与我们大家同分，我们共用一个篮袋。我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人的血，好像飞鸟，网罗设在眼前，人不躲避。这些人埋伏是为自流己血，蹲伏是为自害己命。凡贪恋财力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今天的经句在箴言一章七节，让我们一起诵读两遍。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知识的开端，一万人藐视智慧和训诲。箴言一章七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一万人藐视智慧和训诲。箴言一章七节。感谢神恩典，今天有麦城浸信会的主任牧师何俊华牧师要跟我们来分享信息，有慷慨弟兄为我们翻译。下面把时间交给何牧师。弟兄姐妹平安，弟兄姐妹平安。我咧听过一个嘅故事，讲到一个咧有89岁嘅一个老翁。我听到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89岁的老人。佢咧好多年咧都系基督徒啦，咁有人问佢一个问题。他是多年的基督徒，那么就有一个人问他一个问题。而家你呢個年紀過基督徒嘅生活，比起你年青嘅時候做基督徒，係咪容易一啲咧？咁樣？你現在這個年齡，作為一個基督徒，比你年輕的時候做一個基督徒，是不是很容易呢？呢個年老嘅基督徒諗咗一諗之後咧，就咁樣回答。那這個年長的基督徒呢，想了一想呢，就這樣說。佢話咧，有一樣嘢咧係真係容易咗嘅。他说有一件事情真的是容易因为现在呢同辈的压力少了，因为现在呢同辈的压力小了很多。那这句话是不是真的呢？那我们继续今天讲下去。那他说的这个话是不是真的呢？我们今天就继续来讲。箴言开始的头歌九章里面呢是箴言的一个序言。那么箴言开始的九章呢可以说是整个箴言的一个序言。头歌七节呢是标题和成书目的。那么前七节呢可以说是箴言的标题和成书的目的。那读完这九章的箴言呢再看下去呢就明白呢整个箴言是讲什么了。那你读完了这个九章的整个的这个序言就明白接下来箴言要讲什么东西。所以可以这样说，其实头九章是帮我们校正我们读箴言的方向。所以呢可以这样说，就开始的九章呢是帮我们来校正读箴言的方向。一至九章呢大致可以分为呢两个教导的模式。那么一到九章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教导的模式。一种呢就是好像父亲教导儿子这样的方式。
那一种就好像是父亲来教导儿子的方式。另外一种呢，就是智慧会讲嘢，通常我哋叫做人格化嘅智慧。那么另外一种就是比较智慧化的这个说法，我们称为是人格化的智慧的说法。所以主要是两把声，父亲的声音和智慧的声音。所以主要是两种声音，就是父亲的声音和智慧的声音。而在九章里面也都经常提到一个的意象，一个 imagery。那么九章当中也经常提到一个意象，就是有两条的道路，分别是正路和歪路。就是有两条道路，分别是正路和歪路。圣经除了箴言用道路来表达之外，其实其他地方都喜欢用这个道路去表达人生的。那么箴言当中除了喜欢用这个道路 来比较这个是啦，即除了箴言之外，其实旧约圣经都有用道路这个这样的图画去形容人生。那么箴言当中 还愿意用这个道路来形容人生。其实很有意思的，因为每个人呢行下这条路呢，有时都会有一些的分岔路。非常有意思的是，当我们走路的时候呢，很容易就遇到一些岔路。我们都要选择究竟行这一边还是行这一边。那我们通常要选择是到底是走哪一边呢？而在箴言这头的九章里面呢，也都讲到在这些路上面我们会遇到不同的人，听到不同的声音。那么箴言的九章当中呢，也经常讲到我们在道路上也是听到不同的声音，也遇到不同的人。在箴言的序言，特别头的九章里面呢，有提到呢粪秽。那么在箴言头九章当中呢，有提到这个训诲，即是一些呢是改正我们行为的一些的说话，就是一些来改正我们行为的一些 说话。在这九章里面呢，大致如果大家看呢，可以有大约呢是有十篇的教导。那么这个箴言这个前九章当中，大家来大致看的话，是有十篇的这个教导。在当中呢，我记得我曾经可能跟大家应该讲过一两篇的了，在过去。那么我记得我曾经跟大家讲过当中的一两篇了。特别呢是箴言的一章的一至七节的序言呢，跟大家讲过。那特别是箴言的一章一节这个序言跟大家都有讲过。另外第三章开头呢，也都跟大家讲过是敬虔的智慧。那么第三章开头也跟大家讲过是一个敬虔的智慧。今天跟大家讲回转头，就是讲回呢箴言的一章八至到十九节。那么今天我们重新来讲回到这个箴言一章的八节到十九节。这个呢就是那个最开头的七节的序言里面呢第一篇的教导。那么这就是最开头这个七篇序言当中第一篇的教诲。在第八第九节呢是这样的。第八到第九节是这样的。可以啊。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颈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这里呢是其实是提到一个受教的观念。那这里呢提到的是一个要受教的观念。除了在箴言头那九章里面呢，也都经常呢在后面呢都有提到一个受教的观念。那么除了箴言前九章之外呢，在这里也都有很多地方都提到这个受教的观念。譬如呢，我跳得太快。OK， 我不好意思啊。OK， 譬如第十二章第一节。比如十二章的第一节，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畜类呢，是指到一些没脑的禽兽。那么畜类指的是一些没有头脑的这个禽兽。表示那些呢好像畜类那些的人呢是不喜欢责备，不喜欢管教。那表示的是像那些畜类的人呢是不喜欢责备，也不喜欢管教。为什么人不喜欢受到管教呢？在箴言里面呢提出几个不同的原因，跟大家一起思想一下。那为什么人不喜欢管教呢？在箴言当中提出了几个原因，我们一同同大家来思想。
在第十二章的十五节，在十二章的十五节说，欲望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拒绝智慧的理由呢，是觉得没那个需要。那么拒绝这个智慧的理由呢，是认为没有这个必要。不觉得自己有问题。也不觉得自己有问题。有些像呢，耶稣曾经这样说，他说呢，健康的人呢，就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那么有些呢，耶稣基督是这样讲的，他说健康的人呢，是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所以呢，如果有些人觉得自己是没问题呢，就不会听得入呢智慧之言，不会受教。那所以有些人觉得自己没有问题的话，当然就不会来听得去说话，也不愿意受教。我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呢，经常发现有一些学生呢，有一个这样的思维。那我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呢，经常会发现一些学生呢，他有这样的一种思维。他们呢，是带着一个呢固定的一个框架来上课，即是说呢他们所识所学所想的东西是在自己的框架里面的。那么他们通常是在带着这样一个思维的框架来上课，也就是说他们 所思考的、所想的、认为的呢，都是在这个自己固定的这个框架当中。所以如果听得啱嘅，即系啱嗰个框架咧，咁可能咧就加落去稳固佢哋一贯嗰个框架。那所以呢，他们听那些合乎他们这个框架的呢，他就会放到里边去。但系咧，如果唔适合嗰个框架咧，就完全咧置之不理啊，认为咧嗰啲嘢冇用。那如果是不合他们自己框架的呢，就置之不理啊，认为没什么用处。其实这个不单止在学术上面的层面，在教会里面都会出现的。那这不仅仅是在学术的层面，在教会当中也会出现的。我不知道你做基督徒做了多久。那不知道大家做基督徒做了多久。可能呢，你听一篇道的时候呢，啱听的，那就听吧，好啊，哎，讲得好，讲得好，啱晒。那当你听到的时候呢，如果是你喜欢听的呢，你当然就觉得哦，很好，非常好。但是讲的东西可能是挑战自己，无论是在神学的思想或者是怎样做一个基督徒，那就尝试置之不理。那如果是挑战自己，比如说是怎么样做一个基督徒，受到挑战的话呢，通常就会置之不理。其实我们很简单呢，对自己可以做一个的测试。其实我们可以很简单的给自己做一个测试。我不知道大家呢，对上一次听完一个信息，可能是主日或者自己在网上听一个信息，你的生命真的有被改变的是什么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上一次来听 主日崇拜是在什么样的时候，无论是网上还是怎么样，那 你听到的时候，你的生命有没有真正的改变？如果你想不到的时候呢，可能你都要想想自己有没有一个受教的心。那如果你想不起来的话，那是不是要想一下自己有没有一个受教的心？跟着我们再看十三章的十节。那接下来我们看十三章第十节，骄傲只起争竞，听劝言的却有智慧。这句平衡的对句很有意思，将骄傲那个的相对呢去隐藏，但是当然呢，骄傲的相对就是谦卑。那这个平衡的对句很有意思将骄傲的隐藏，当然骄傲的应该对应的应该是谦卑。所以在这里呢，是表示到呢，骄傲的人呢不听劝言。那这里当然表示的是骄傲的人不听劝言。我发现呢，很多时候同人同人之间的相处呢，某一些人呢，即我会形容了好像有一个按钮，有一个掣这样。我发现呢，人与人相处的时候呢，有好多的人呢，他是有好像有一颗按钮这样。可能呢，特别是关于呢，他最专长，他 最有学识的一些的范围的事情。可能呢，这关乎到他最专长或者是他最熟悉的那些事情。平时呢，你跟他相处呢，他很好温文有礼，但当讲到或者挑战到呢，他那个粒掣呢，那个按钮的时候呢，他就会突然间呢，整个人呢不同晒。那平时你跟他交往的时候呢，他可能温文有礼不过当你触碰到那个他的那个专长的时候，他呢就会突然发作。所以呢，就好像呢要跟你呢，即是拗过跟你死过这样。好像跟你要争个你死我活这样。
呢節箴言咧，亦都可以應用喺教會裏邊，特別咧係領袖嘅身上。那這節箴言呢，其實也用可以用到這個教會領袖的身上。有一個好可悲嘅現實就係咧，唔止係教會領袖嘅，可能政治領袖都一樣咧，就係好難聽勸言。那一個很可悲的情況呢，其實不僅是教會的領袖，一些政治的領袖呢，也是不聽勸言。可能是因为自己的面子，自己的身份地位，很难听人家说话。可能是因为自己的面子、身份和地位，很难听别人讲话。所以句话呢，骄傲只启真敬，听劝言的却有智慧，真是一句智慧之言。所以这个说话呢，骄傲才会听进去劝言呢，真是一句智慧的说话。我哋睇多一节28章13节。那我们再多看一节，是28章13节，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呢句说话好清楚讲到咧，犯罪嘅人好多人咧，好多时候咧会尝试掩饰自己嘅过错。那这节经文很清楚地讲到，好多时候犯罪的人是尝试要掩盖自己的过错。所以回去我们今天看这段箴言第1章第8节开始，第一个课题想跟大家思想就是要受教。那回看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1章8到19节，首先讲的就是大家要受教。跟着我们看下去，我们特别留意第10和第15节。那接着我们来特别要留意这个第10和第15节。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不可随，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今日呢篇教导咧，我起咗个题目叫做咧，即系禁走恶人嘅道路，即系禁止咧走上恶人嘅道路。那我们今天教导讲的是呢，禁止走恶人的道路。喺呢度特别咧，你睇到第10节一开始就话咧，喺条路度咧有恶人咧，有机会会引诱你，但系你唔好去随从。那这里呢，一开始我们就会看到他说呢，在这个道路上是有人带着你去走恶人的道路，但是不要去随从。第15节呢再重复一次。那15节又重复了一次。都是这个的主题。都是这样的主题。其实呢，禁止走上恶人的道路呢，除了在箴言里面开始见到呢，如果大家熟悉诗篇，你思想一下诗篇第一篇讲什么。那如果说箴言一开始是教导大家不要走恶人的道路，大家思想一下诗篇是第一篇是讲什么？诗篇第一篇呢，其实大部分旧约学者都认为是整卷诗篇的一个也是序言，一个 introduction。那么诗篇的第一篇呢，大部分的旧约学者都认为是整个诗篇的这个导论。如果原文那个的开始呢是这样读的，就是有福的人，那人呢不走上恶人的计谋，不站恶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那么按照原文呢，开始是这样说，说有福的人，那人不走上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在人生的道路上面呢，的确会有恶人走引诱我们离开正道。那么在人生的道路上呢，确实是可能有恶人来引诱我们离开正路。我想问下你啦，喺你生命里边，喺你人生道路上边，你觉得边啲系一啲恶人呢？那我想问大家，就是在你觉得在你人生的道路上，你觉得哪些人是恶人呢？嗱，好老实同大家讲啊。那很老实跟大家讲。好多时候咧，嗰啲恶人咧，未必咧系。当然不会在头上面作着个恶人两个字啦。好多时候当然那个恶人的头上不会写着恶人两个字。甚至乎那些未必是你呢，即非基督徒的朋友。甚至呢不是那些即不是基督徒的人，是反而呢是有时候是教会的弟兄姐妹。甚至呢很多时候是并非是那些非基督徒的朋友，可能是你教会的这些认识的人。甚至可能是你的家人，甚至可能是你的配偶。那甚至是你的家人，甚至是你的配偶。用一个例子跟大家思想一下。那用一个例子跟大家一同来思想。现在就不用赶时间回来崇拜了，我当我们一起一个家庭一起要出外，约了人一起出街出外这样。那当然现在
因为疫情不需要回来教会崇拜，那我们就假设是一家人要 去外出、做儿子那个要一分钟就预备可以出门口了、做父亲呢就要五分钟预备，做妈妈呢就十分钟预备，做女儿那个就要二十分钟去预备。那我问想问大家，成家人几时才可以出到门口呢？做儿子呢，一分钟就可以准备好了，爸爸用五分钟，然后女儿妈妈是用十分钟，女儿是用二十分钟，请问大家要用多久才能够出门？你们的答案是不是二十分钟？你们答案是不是二十分钟？我告诉你，二十分钟都不行、我跟你说二十分钟都不行、因为呢到个女预备好呢，又到个仔呢可能又搞第二啲嘢，又由头预备一个，可能半个小时都出不到门口、因为可能发生女儿准备好的时候，可能儿子又有事情要准备、那可能半个小时都不能出门、我这个例子当然不是讲紧要用多少时间去出门口、当然我这个例子不是要说要用多久才能出门，我只是想说在一个群体或者特别在一个家庭里面，每个人都有可能有不同的道德标准。那我只是想说呢，在一个群体或是一个家庭当中，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道德标准，要整个群体或者那个家庭呢、一起去做一个道德的决定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那如果让这个群体或者是一个家庭去一起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就会有因为有不同的道德标准而发生这样的情况。好多时候都不是最高道德标准那个呢将全部人提升，而反而是最低道德标准那个呢将所有人拉低了。那很多时候呢都并不是说最高道德标准的人能将整体提升，反而是低道德标准的将整体来拉低。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我哋咧唔好随从咧恶人嗰个嘅引诱，我们不要去随从恶人的引诱。但系当然咧，有时候如果真系所谓嗰个引诱你嘅人咧系你嘅家庭嘅人，特别系甚至乎系你配偶，咁你又点办呢？那所以有些时候，如果引诱你的人是你家人，或者甚至是你的配偶，又怎么办呢？因为就算如果是朋友，那你最多疏远他，就是不跟他做朋友。因为如果是朋友的话，你最多就是跟他疏远，最多不做朋友。你是家人那又怎么办呢？那如果是家人又怎么办呢？我鼓励你最少你自己呢就算不能够提升对方的道德标准呢，都要持守自己的底线。那我鼓励你，如果你不能去提高对方的这个标准的话，你至少要来持守你自己的底线。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一个家庭里面，无论对我们侍奉那个热诚程度，或者对呢金钱奉献的态度呢，都有不同的标准。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家庭对于我们的这个侍奉的态度、时间以及这个奉献的金钱呢，都有不同的标准。千祈不要被呢个标准低个拉低埋你的标准。那轻易不要让那个低的标准来把你的标准来拉低。最理想当然就是拉高其他人的标准。那最理想当然是拉高别人的标准。如果不得呢，起码都持守自己的底线。如果不行的话，起码都要持守自己的底线。我们再看下去，第十一至到十四节。那我们再接着来看十一到十四节。咁咧，我哋睇到喺當中咧嗰個嘅描述咧，講到嗰啲人咧真係好壞嚇。那我們看到當中的描述呢，可以說那些人真的是很壞。似乎描述到當中啲人咧又會殺人，又會搶劫。那似乎呢描述到這個當中的這個人呢，是要殺人，是要搶劫。我唔知大家睇到呢度嘅時候咧，會唔會有一個諗法，就係其實咧我。自小到大咧都冇諗過咧，即係入呢啲社團或者咧香港人叫黑社會嚇。看到這裡的時候，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到自己從小到大是不是真的去加入過什麼社團香港的來說就是叫做黑社會。我相信大部分人我哋都唔會咁樣諗過嘅。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沒有這樣想過。但係我哋要明白咧，其實喺舊約嘅文化咧，
在这里讲到流无辜人的血呢，不是一定呢是那些的黑社会或者社团呢才做的事情来的。那我们要明白，其实在旧约的文化之下，那些流无辜人血的事情呢，不一定是说黑社会或是一些社团才做的事情，只要在社会上面呢为到一己的私欲呢剥夺其他人的利益呢，这个图画仍然是适用的。那只要是在这个社会上为了一己私利或是想要剥夺他人的权益的话，那这幅图画是同样适用的。在这里呢特别想跟大家解释第十一节讲的什么东西。那这里要特别跟大家解释一下第十一节讲的是什么。那些人呢这样说，我们呢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要敦服害无罪之人。这里讲说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要敦服害无罪之人。其实呢翻译真的很难的，因为其实在这句平衡对句里面呢用了一个希伯来文呢的一个的短语或者片语。那这个 平衡对句其实翻译起来很难，它用的是一句希伯来文的片语。那个片语其实两个希伯来文的字就是呢无辜人的血。那两个这个片语当中两个字很关键，就是意思是无辜人的血。个血呢就摆咗喺平衡对句第一句，无辜人就摆咗第二句。那血字呢就摆在这个平衡对句的第一句，那么无辜之人就摆在第二句。所以你见到第一句我们要埋伏流人的血呢，就是那个血在那里了。所以大家看到讲到我们要埋伏流人的血就在这里。咁而無罪嘅人咧，其實就係無辜嘅人嘅意思。那無罪之人意思就是無辜的人。其實整句所表達嘅咧，就係話咧，我哋咧就要匿埋跟住咧隨時咧去流無辜人嘅血。那其實整句講的意思就是我們要躲起來目的是要流無辜人的血。即係話咧冇指定對象嘅自己中意幾時做點做咧就點做啦。意思就是說沒有指定的對象只要是自己何時喜歡做就去做了。作惡亦都俾我作惡嘅人咧，亦都有用一個吸引力俾我哋咧，就係第十三節講到咧有即時嘅好處。那作惡之所以有吸引力呢，在十三節也講到，就是有即時的好處。佢哋咧話我哋咧會得到咧寶物將嗰啲嘅裝物咧去裝滿房屋。因為這裡講到，就我們會得到各樣的珍寶，把這個髒物裝滿我們的房間。我相信咧，我哋好多人都喺加拿大都試過去釣魚，或者知道釣魚係咩一回事。我想很多人在加拿大都知道這個，都去釣過魚，或者知道釣魚是怎麼樣一回事。釣魚梗係要用魚餌嘅，係咪？釣魚當然是用魚餌的，對嗎？但你要知道喎，其實魚餌啊唔使一定用真嘅喎。但是 你也知道，其實魚餌不一定是要用真的。只要啲魚覺得嗰個魚餌有吸引力咧，咁就得噶啦。只要那個東西魚覺得有吸引力就可以了。咁所以咧，其實牽引我哋犯罪嘅嘢咧，未必一定係我哋真正嘅需要嘅。所以呢，其實誘使我們犯罪的那個，其實並不一定是我們需要的。只要對我哋咧有吸引力咧，咁我哋就容易咧就被牽引去犯罪。只要是對我們有吸引力，我們很容易就被牽引去犯罪。嗱，當然啦，喺箴言第一章八至十九節嘅教導裏邊咧，金錢係其中一樣好重要咧牽引人咧犯罪嘅東西。當然在箴言一章八到十九節當中教導當中，金錢是一個很容易牽引人去犯罪的東西。咁但係咧，其實對於唔同嘅人，可能咧包括咧情慾物慾名譽等等咧，都會咧係牽引我哋嘅東西。那對於不同的人來說，可能情慾、物慾、名譽等等呢，都是牽引去犯罪的這些誘因。有時呢啲嘅吸引咧，唔係一下子就令到我哋咧發作。有的時候，這些誘因呢，不是說一下子讓我們去發作。但是如果我們一次又一次這樣妥協的時候，到差不多時候我們就會犯罪跌倒。但是當我們一次又一次被誘惑到了一定的時間，我們妥協的話，那就會誘導我們去犯罪。有一個理論，我中文翻譯叫做自我組織的危機。那麼有一個理論，中文翻譯是自我組織的危機。舉個例，在一個的 你廚房的星盤裏面，你放一些污糟的碟放在上面。那舉個例子，在這個廚房的水槽當中，你擺了一些髒盤子。那你呢一隻一隻呢這樣扔碟糕那些碟。
那你这样 一个盘子一个盘子把这个摞起来的话，咁咧始终去到一个点咧就会点啊？那当有的时候，当到达一个点的时候，会怎么样？咁成栋嘅碟咪冧咯？那是不是这个这个堆起来的盘子就倒塌了？咁咧，你摆第一只嘅时候唔会冧嘅，系咪？你摆第二个盘子的时候不会。你摆多两三只都唔冧嘅。摆多两三个也不会倒塌。但系咧，到一个程度咁上下高度咧，佢一定就会冧啦。那到一个程度、一个高度的时候，一定会倒塌。咁所以呢个嘅情况咧，系其实系自我组织，即系自己搞出嚟嘅。那这种情况其实就是自己搞出来的。咁所以咧，就係、是、我哋要留意，只要我哋一次一次咁妥協咧，去到一個位咧就冧啦。那所以大家要注意，就是當我們一次又一次的妥協到達一個程度的時候就會倒塌。喺呢度咧，其實嗰個圖畫箴言仲俾我哋睇多咧，作惡仲有一個吸引力嘅。其實這裡箴言給我們看到的圖畫呢，作惡還有一種情況。第十四節咧講到咧。吸引人去犯罪的人咧，就有一个俾到人咧一个同伴嘅感觉。第十四节呢，讲到就吸引人去犯罪呢，就是一个同伴的感觉。你与我们咧，大家去同分，我哋咧一齐咧用一个嘅囊袋。他说你与我们大家来同分，我们共用一个囊袋。所以翻翻去咧，今日讲到最初嗰个嘅。故事嗰個例子咧，就係嗰個嘅同輩嘅壓力。回到我們最初講的那個故事，關於同輩的壓力。有時候咧，我哋可能咧未必自己係故意主動咧牽頭去犯罪。有的時候不是說我們自己故意去牽頭犯罪，但係可能咧喺一個群體裏邊咧，我哋唔識得咧say no 嚇，唔識得話不啊，咁咧就想追求嗰個羣體嘅和諧，咁我哋咧就一齊去犯罪。那有很多時候是我們在這個群體當中，我們不願意或者是不知道去說不，所以呢就是跟從一同去犯罪。我相信有個好短嘅故事咧，你一定聽過嘅。我相信有個很短的故事，大家一定聽過。咁咧就係講到咧有一對嘅父子帶住咧只驢仔喺街上邊行。讲到的是一对父子啊，牵着一头驴在街上走。咁咧，佢遇到第一个人咧，嗰个人咧就话啦，即系你哋咧，其实有一只驴喺度，点解要两个一齐行咧？咁蠢噶你哋咁样。遇到第一个人的时候，第一个人就说：你们有头驴在这里，为什么你牵着他走呢？不去骑呢？这么蠢。咁所以咧，佢哋咧就一齐骑上嗰只驴度咧，就继续行。所以父子就一同骑上驴来继续走。跟住咧又见到第二个人。跟着又见到第二个人。第二个人咧就话：点解你哋咁残忍噶？两个人骑一只咁细嘅驴咁样。第二个人就说：你们怎么这么残忍？两个人来骑一头驴。咁样跟住咧就系嗰个嘅。父親咧就落咗只驢，咁即係個仔咧就騎住驢繼續行。那麼就是父親聽到之後就下來，然後只讓兒子在驢上繼續走。遇到第三個人嘅，第三個人咧就指住個仔話：乜你咁不孝㗎？要個老豆咧行路，你騎驢。第三個人遇到了，又說呢，對着兒子說：你怎麼這麼不孝順啊？你騎着驢，卻讓你父親在路上走。咁佢哋聽到之後咧就調位，個父親就騎住驢咧，個仔就喺路度行，又繼續行啦。那么他们听到之后又调换位置，父亲骑驴，儿子走，又继续走。跟住遇到第四个人咧，就对住嗰个父亲讲话：，哇，你咁刻薄个仔噶，自己骑住驴，个仔咧就行到咁辛苦。那么第四个人又指责父亲啊，你怎么这么忍心让孩子走路，你自己骑驴？咁咧就最后一次有人话见到呢对父子嘅时候咧，就系两个父子咧就一齐抬住只驴一齐行。那最后当人们见到这对父子的时候，就看到他们是来驮两个人驮着这个驴。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不同版本的。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不同的版本。其实一样东西有时候我都好奇，为什么这个故事多数都说是出自中国人的背景的。我有的时候都好奇，为什么这样的故事都是出自中国人的背景。是不是中国人很着重和谐，不想得失人，不想得失人的期望。是不是中国人更加注重和谐呢？不希望来得罪人啊，有这样的传统。所以咧喺一个嘅群体里边，我哋要知道咧，若果嗰个群体里边有人咧带头做啲唔啱嘅嘢咧，我哋唔好跟从。所以在一个群体当中，我们当知道一个人要做一些不对的事情的话，我们不要跟从。
我哋咧唔好為咗和諧啊，為咗咧唔想令到人哋唔開心，我哋咧就一齊去做。我們不要為了這個和諧，所謂的和諧，或者說擔心別人不開心，我們就跟着去做。喺呢個嘅一至到第八節去到第十九節裏邊咧，仲有一個小插曲。那麼在這個第八到十九節當中，還有一個小插曲。嚇，就係咧講到我跳咗落去先。唔緊要，可能我漏咗個影片嚇。就係第一章咧嘅廿二節，就係咧離開咗第十九節之後，箴言嘅一章二十二節。那就是箴言的一章二十二节，吓系呢个段落咧后边嘅讲到咧智慧嘅说话。那这个段落的后边呢讲到这个智慧的说话。佢话咧亵慢人喜爱亵慢，愚顽人咧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咧？他说亵慢人喜欢亵慢，愚顽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有时候咧我哋自己喜欢咧作恶。由其他人提出嚟嘅时候咧，有其他人嘅参与，自己作恶嘅胆咧就大咗。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自己喜欢作恶啊，特别是当由他人提出来或者由其他人参与的时候呢，自己作恶的胆子就变大了。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咧喺超级市场咧买生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在这个超级市场里边买水果？咁咧就。見到生果樣就好了，但甜不甜呢，好不好味呢，這樣。有的時候只見到這個水果的樣子，但就不知道它是不是甜啊，是不是很好吃啊。但是作為一個有教養的公民呢，我們知道呢，我們不可以隨便隨便拿一粒來試的。那作為一個有教養的公民呢，其實我們知道是不能夠隨便揪下一粒來嚐。但是若果你站在那裡的時候，有一個人走過來，就真的拿了一粒拿來試。但是当你站在那里的时候，真的是有人走过来，然后拿下来来尝试的话，跟住有第二个人走嚟又掹一粒攞嚟试，又有一个人走过来，也同样的揪下来来尝试。咁你会唔会对住自己讲？那你会不会对着自己说？其他人都系咁啦，咁我都可以试啦。其他人都是这样啦，那当然我也可以试啦。理性化自己呢个错误嘅行为。那理性化自己这种错误的行为。所以我哋咧，其實真係喺人生路上面好容易咧受到引誘。所以我們真的是在人生的道路上很容易受到引誘。我哋要知道咧，即係唔能夠因為其他人作惡，自己就去作惡。我們要知道，不能是其他人作惡，我們自己就去作惡。最後咧呢段嘅箴言咧係以咁樣去結束。最後這段箴言是這樣子來結束。佢講到咧。第十六、十七節，因為他們的腳奔跑行惡，他們急速流人的血，好像飛鳥，網羅設在眼前，仍不躲避。那十六、十七節講呢，因為他們的腳奔路行惡，他們急速流人的血，好像飛鳥，網羅設在眼前，仍不躲避。我拿另外一個的譯本給大家參考一下，就是和合本的修訂版第十七節，它是這樣譯的，在飛鳥眼前張開網羅，一定會徒勞無功。那這裡 我也引用這個 和合本的修訂版，把這個十七節翻譯成在飛鳥眼前張設網羅，一定會徒勞無功。有時候呢，我又覺得有些翻譯好心做壞事。有的時候我又覺得翻譯成是好心做壞事。這個當然呢，即如果從文字上面是一個合適合理的翻譯。當然從這個文字上呢，是一個比較合適合理的翻譯。角度呢，就是從張開網羅那個呢捕鳥者的觀點。那角度是從張設網羅的那個捕鳥者的觀點。但其實呢，就不是很合上下文的思路。其實是不合乎上下文的思路。當然都不合呢，即捉雀仔的常識。當然也不符合來捕鳥的常識。因為這裡的圖畫是想講到個雀仔蠢，就不是講到張開網羅的人蠢。因為這裡講到的圖畫是說那個飛鳥蠢，不是講張設網羅的人蠢。我嘗試呢重新翻譯這一節。那我尝试来重新翻译这一节。其实他就说，对或者诚然，在任何飞鸟的眼中，网罗无故的散开。
那就翻译成的是对在任何飞鸟的眼中呢，网罗无故的张开。其实那个焦点是从雀仔那个的视野去想，其实这个角度是从飞鸟的视野去想。打开个网对于雀仔来讲没意义的，打开这个网当然对这个鸟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就是因为这样它才会自投罗网，就是这样它才会自投罗网。那即其实形容那个图画这个结束呢，就是说恶人同埋咧，跟从恶人嘅人咧，都系自投罗网。那这幅图画其实讲的就是那个恶人，和跟从恶的人，其实就是自投罗网。佢哋咧，自己咧系受唔住引诱咧，就得到悲惨嘅下场。那他自己受不到引诱，就得到悲惨的下场。就即系咧，第十九节咁样讲啦，凡贪恋财利嘅，所行嘅路都是如此。这贪恋的心呢，就夺去得财者的命。所以十九节他讲，凡贪恋钱财的财产，凡贪恋财力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如果即大家不太明白，其实我再翻译的时候，我希望这是清楚一点，即是呢，敛取不义之财的道路就是这样了。这个财呢，即是这些的引诱的东西呢，必会呢夺取敛财者的性命。那大家不清楚，我可以再这样翻译，就是凡敛取不义之财的道路都是如此，这财必夺取敛财者的性命。如果所有人都有罪性的，那为什么不是所有人都做尽坏事的呢？那如果说所有的人都有罪性的话，那为什么不是所有的人 都去做坏事呢？有三个大学生，他们呢倾谈呢关于抄袭 plagiarism 那个的问题。那有三个大学生在一起谈论关于抄袭的问题。第一个呢就说我不会抄袭的，因为抄袭本身呢是一件错的事情。那第一个说呢，我不会去抄袭，因为抄袭本身是一个错的事情。第二个呢就说我不会抄袭的，因为我是基督徒，我怕得罪神。第二个就说我不会抄袭，因为我是基督徒，我怕得罪神。第三个就说我不会抄袭的，因为我怕被学校发现接受处分。那第三个就是说我不会抄袭，因为我怕被学校发现来接受处分。你认为哪一个的答案最高尚，哪一个最低级呢？那你认为哪一个答案最高尚，哪一个最低级的？当然就算不是基督徒，大部分人都有基本的道德观念。当然就算不是基督徒，一般人都会有一个基本的道德标准。在大是大非的事情上面呢，都会懂得分对错，做些对的事不做些错的事。在大是大非的事情上呢，都能懂得分清对错，去做对的事而不去做错的事。对于有信仰的人，我们呢敬畏耶和华也都当然呢应该是其中一个呢我们考虑的因素。那对于有信仰的人呢，我们敬畏耶和华当然也都是其中一个考虑的因素。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创世纪，当波提佛的妻子去勾引约瑟的时候，约瑟是怎样回应？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创世纪，这个波提佛的妻子去勾引约瑟的时候，约瑟来怎么回应？他说，看啊，一切的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呢将所有的都交在我的手里面，在这个家里面没有一个比我大的了。并且呢他没有留一样，没有一样东西是不留给我，只是留了餐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跟着呢约瑟呢就说，我怎能够作者大恶得罪神呢？那这段经文就是说，看了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他不是说呢我怎能够作这个大恶得罪波提佛呢，他说呢我怎能够作这个大恶得罪神呢？约瑟没有说我怎么能做这大恶 得罪波提佛，而是说我怎么能做这大恶去得罪神呢？在今天我们的金句也都读过，敬畏耶和华呢是知识的开端。那今天我们的金句也都读过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神的子民不做恶事呢，也都应该是因为怕得罪神。所以神的子民不做恶事也都应该是怕得罪神。不过呢，箴言这个的一章八至十九节呢，还加多了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不要作恶。不过箴言的这个一章八到十九节还加多了一个原因，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能作恶。就是呢，我们要知道呢，作恶
会带来咧悲惨嘅下场。就是我们要知道作恶会带来悲惨的下场。俾读者知道咧，未作恶之先，佢要谂一谂咧作恶所带嚟嘅后果。那给读者知道，在他作恶之前，要想一想这个作恶的后果。其实咧，怕承担后果咧，而唔去做坏事，都唔系一个低级嘅理由嚟嘅。其实呢，怕承担后果而不做坏事，都不是一个低级的理由。呢个同样系圣经咧，系即系用呢个方式去鼓励人唔好做恶事。这都是圣经来，用这样的方式来鼓励人不要去做坏事。我唔知道大家咧有冇睇过一啲咧，叫你唔好饮咗酒或者醉酒揸车嘅广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些这个提醒你不要醉酒驾车的广告？大部分都是用这个切入点的。大部分都是用这样的切入点。就是呢形容呢当你醉酒驾车呢就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就是说你醉酒开车的话就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就是呢叫我们每一个人呢三思而后行，不要喝醉酒驾车。就是叫我们要三思而后行，不要喝醉酒开车。同样在今天这个信息里面呢结束的时候都提到，作恶者呢悲惨的下场。所以，同样就是在今天这最后的结尾，都是提醒要作恶者悲惨的下场。鼓励我哋咧唔好去跟从去行咧恶人嘅道路。鼓励我们，不要去，跟从恶人的道路。好，我哋一齐嘅祈祷。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嘅天父。亲爱的天父。我哋感谢你嘅说话。我们感谢你的说话。愿意你帮助我哋唔好走上恶人嘅道路。来帮助我们。不要走上恶人道路，不要受到引诱，不要受到引诱，坚持自己道德的底线，坚持自己道德的底线，愿意你继续你的圣灵去加力给我们，愿意你的圣灵继续加力给我们，走我们人生的道路，走我们人生的道路，奉耶稣的名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徒是否看见在神圣战场重重黑暗势力四面环绕你信徒奋起攻击不计较的事靠十架能力或荣耀胜利信徒是否觉察黑暗藏心中不断试探引诱驱使你犯罪信徒切莫惊慌，永不要灰心，静心祈祷，坚持奋勇赴战场。弟兄姐妹朋友们，现在是欢迎报告的时间，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今天国语堂网络直播的主日崇拜。每个主日上午九点半，我们都有这个在网络上直播的崇拜。欢迎弟兄姐妹跟朋友们能够按时能够来参加。今天的欢迎报告的事项都登载在我们的主日程序单的上面，所以请弟兄姐妹跟朋友们可以自己到我们的国语堂的网站去下载，也了解我们教会的其他的资源、其他的资讯，还有各种的活动的安排。周三晚上有祷告会，我们继续鼓励弟兄姐妹们把这时间留出来，我们一起在祷告中为教会来守望，也彼此代祷，让我们在祷告的操练过程中，我们来经历神他的慈爱、他的恩典。欢迎新朋友们能够来参加我们国语堂的不同的团契小组的聚会，还有我们等会崇拜完
11点钟开始的主日学的课程。奉献是基督徒的本分，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们可以用自己方便的方式能够把奉献带到教会。等会11点钟开始，我们有成人主日学，这个学期有4个班的主日学，我们有福音班，有初信栽培、初信成长班，还有一个专题的主日学。这个主日学班是用圣经能够来奠定基督徒的伦理价值观。儿童事工现在正在开始这个网络上的一个暑期日营，我们也许弟兄姐妹们没有太多能够具体参加这个日营，但是盼望大家能够借着祷告一起来参与，一起来服侍。特别是提醒弟兄姐妹们可以在从我们的教会的网站上面能够来了解儿童部各方面的一些的事工，包括现在正在进行的网络日营的一些的更新。大家可以从国语堂的网站上面透过选择建立门徒，然后进入儿童快乐园地，那边就可以看到儿童部的通信。我们很感恩在刚刚过去这个星期当中，有个小孩子在日语里面就问老师，耶稣为什么必须死？这是很好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因为是我们生命的问题，所以连孩子们都在关心生命的问题。我们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也能够在家里同样帮助我们的孩子们，让他们的生命能够跟耶稣能够建立起来。好，所以大家可以借着这个进入这个国语堂的网站上面，大家可以看到他们儿童部都不时有一些的更新的报告，那边来了解他们，也能够来支持他们。另外有个报告，青少年的牧者 Pastor Tim 他有感于神呼召他要转向这个家庭跟成人的事工，所以他为此做出一个回应，选择明年1月份要回到学校，重新能够来全时间来攻读神学的课程。所以 Pastor Tim 已经向教会来请辞，暂定他就服侍到教会，到在我们麦基教会就服侍到11月底。我们教会非常感谢他过去2年在我们中间的忠心的服侍，弟兄姐妹们也在祷告中纪念他，纪念他前面他的新的装备，他的服侍，也在祷告中同样求神为我们预备一个新的青少年的传道。另外上个周末感谢神的恩典，也非常感谢弟兄姐妹们的爱心的行动，我们麦基教会总共收到的15个车后线的一个食物跟用品，他们也在7月12号有15位弟兄姐妹都把这些奉献的这些食物跟用品都送到了列治文山的食物银行，所以我们把感恩送赞都献给我们的神。好，今天的报告事项就到这边，现在请弟兄姐妹们起立，让我们用祷告的心来诵读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建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愿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